我时间要被拖掉了吗？在 Wide Open 的出手，这一球没有进，时间也到了，结果，哦，天啊！比赛结束，哇，这球是进算了，哇，哇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太夸张了！哇，我不敢相信，因为这是两个问题啊。第一，林一辉为什么要出手那一球在底线？哇，他这球如果他没有出手底线的话，进行违例，因为进攻时跟比赛时间是无差距的，他不需要出手这一球。没有错，这有可能是今年球季 SBL 最神奇的一球啊！从后场一个非常不可能的绝杀，结果就被邱志龙给绊到了，再退一次。你看比赛时间跟出手时间是没有差距，所以他不需要出手，所以可是他出手了以后，对方有足够的时间拿球在一秒钟之内投进了一个七十几尺的三分球。哇，这一球真的太夸张了。哇，看了这么多的比赛， Kenny 哥有看过类似的场面吗？完全没有。哇，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，再搭配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投篮，造成的金九对到达兴今年是三连胜的状况。各位观众，今年球季最精彩最不可思议的一颗球在 SBL 有可能要出现，休息一下稍待我再回来。